无处不在。当新能源汽车在高速工况下，风阻约占行驶阻力的 60% 同等电池条件下，风阻越低，相对耗电量减少，续航就越长。重庆中汽研风洞实验室，亚洲最大权威风洞实验室机构，这里将见证武菱星光应对疾风的表现。 符合空气动力学的车身设计是奠定优异风阻的关键。携手中汽研博士专家团，超1000多轮仿真优化，针对整车上下多达17处设计细节打磨优化，让星光的风阻系数直降 25.1% 最终千锤百炼出0.228的超低风阻系数。闪亮突围量产轿车风阻数据第一梯队。 0.228的超低风阻究竟能为你带来什么？首先，每克服0.01的风阻能增加6到8公里续航，25.1%风阻系数的降低，带你加响56公里续航，一次开得更远。同时，低风阻提升的良好空气动力性为星光提供稳稳抓地力，让你高速驾驶得心应手。最后，得益于超低风阻，车在行程中的风噪会被弱化。 全程带你住进星光，畅享 NVH 静谧空间，续航更长，操控更稳，车内更静。0.228超A 低风阻，武菱星光超A 超来电。